大家好，欢迎进入汉语词汇速记在线课堂。这是 HSK 一级的第九课。在上课之前，请准备好笔和纸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学习爱。我爱你，妈妈爱女儿，请跟我读。爱，爱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妈妈爱女儿，妈妈爱女儿，请跟我写。爱，喜欢，朋友喜欢学习，请跟我读。喜欢，喜欢，朋友喜欢学习，朋友喜欢学习，请跟我写。喜，欢，睡觉。儿子喜欢睡觉，请跟我读。睡觉，睡觉。儿子喜欢睡觉，儿子喜欢睡觉，请跟我写。睡觉，什么？老师喜欢什么？老师喜欢车，请跟我读。什么？什么？老师喜欢什么？老师喜欢什么？老师喜欢车，老师喜欢车。今天看了什么电影？看了《哈利波特》。请跟我读。今天看了什么电影？今天看了什么电影？看了《哈利波特》。看了《哈利波特》。什么时候去学校？明天早上七点，请跟我读。什么时候去学校？什么时候去学校？明天早上七点。明天早上
七点。请跟我写神么姐姐喜欢猫和狗。请跟我读姐姐喜欢猫和狗。姐姐喜欢猫和狗。猫，请跟我读。猫，猫，请跟我写。猫。狗，请跟我读狗。狗，请跟我写狗。和猫和狗，老师和学生，电视和电脑，学校和医院。请跟我读和。和老师和学生，老师和学生，电视和电脑，电视和电脑，学校和医院，学校和医院。请跟我写和。朋友喜欢学汉语。我们学过学校、学生、学习、同学。学就是学习。请跟我读。学，学。我喜欢学汉语。我喜欢学汉语。想有很多种意思。一，思考，想办法。二，想念，想家，妈妈想女儿。三，猜，姐姐想，今天会下雨。四，希望，儿子想去中国。请跟我读，想，想，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想家，想家，姐姐想，今天会下雨。
姐姐想，今天会下雨。儿子想去中国，儿子想去中国。请跟我写，想。做，做事，做衣服，做老师，做朋友。请跟我读。做，做，做事，做事，做衣服，做衣服，做老师，做老师，做朋友，做朋友。请跟我写，做，书，看书，买书，读书，写书。请跟我读，书。书，看书，看书，买书，买书，读书，读书，写书，写书。请跟我写。书，妈妈想做什么？妈妈想看书。请跟我读。妈妈想做什么？妈妈想做什么？妈妈想看书。妈妈想看书。写，请跟我读。写，写，请跟我写。写。写字，字，请跟我读。写字，写字，字，字，请跟我写。字，下面我们来做个练习。小猫在哪儿？小猫在桌子后面。先生想做什么？先生想睡觉。爸爸喜欢什么？爸爸喜欢小狗。你真的很棒哦。今天我们学习了爱、想、学、做、写、喜欢、写字、看书，学习了猫
狗，书，字。还学习了什么？和。今天的课上完了，再见。